来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看看这些，他们怎么处理这只小螃蟹。他说肯定没法吃的。要海鸥过来可能会吃的。睡到了。他也不要。睡到了。那就没办法了，你说大家都不要吃它。猫猫。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 Santa Barbara 的海滩，还是那个什么高的呀什么的，那个海滩？这是巴拉大学的个海滩，马桶吗？这是巴拉大学。那个。那就是我哥上班的地方。啊，挺好的。那一会儿可以开着小狗去转去。那块挺好的。从那里骑着车子到这个海边大概是5公里。那到他那院里。看那个螃蟹跑哪去了？看见了吗？螃蟹还在那里，那鸽子在那跑。